雪不见。纯玄是你呀、啊，好久不见。你现在去哪儿？我现在讲中文课，你呢？我现在去上商业课，下课以后你有事吗？下课以后我没有事啊。啊，我去到新格韩国饭馆，今天晚上我跟我的室友一起去这个饭馆吃饭，你想不想跟我们去？我想。你的室友叫什么名字？他叫米雪儿，啊，他上中文课，你认识他吗？我认识他。太好了，下个月以后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好啊，我们今天什么时候见面？啊，今天晚上七点见吧。好，今天晚上见。拜拜。拜。喂，请问任正东在吗？我就是，请问您是哪位？我是没学那个中文课的同学，你在忙吗？我不在忙，有什么事？今天晚上我跟我的舍友一起去新的韩国饭馆吃饭，你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去？好的，我们什么时候见面？今天晚上七点。太晚了，我没有车。不用担心，我有一辆车，我可以给你开车。谢谢，今天七点见。再见。喂，喂，米雪儿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请志润寿跟我们一起去吃饭，好不好？当然可以。啊，那我也请我的朋友一起来。你认识任正栋吗？啊，好啊，可是我不认识他。别担心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他是我的中文课的同学，我请他跟我们一起去吃饭，他说行，所以我的同学，你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去吃饭好吗？好啊，今天晚上见。再见。你们好。你们好。你们好啊。啊，你们就是林倩彤。哦，你好，我叫杨倩彤，我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啊，你好，我叫沈沈，这是郑润寿。你们好。你好。我们去吃点菜吧。好吧，好吧。你们住在哪儿？啊，米雪儿是我的室友。我们现在住在宿舍。我也住在宿舍，你呢？我现在住在校外公寓，可是我的家人住在洛杉矶。我的家有四个人，爸爸妈妈、姐姐和我。你们呢？你的家人住在哪儿？我的家有三个人，爸爸妈妈和我，我一个人住在首尔，美国，我的父母住在韩国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好像他们。克米雪儿，我的家人住在他们，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。这个学期我很忙，我有五门课。你们是学什么的？我的专业是商业，这个学期我有三门课。很难。我的专业是经济，这个学期我也有三门课。我学数学，这个学期我有四门课。
哦，袁千彤，你喜欢你的大学生活吗？哦，我的课也很难，可是我喜欢我的大学生活，因为我有很多好朋友。哦，太好了。哦，我很饱了，我也是，我们走吧。好，今天很开心。对啊，我们下次再一起去吃饭吧。好。好。哦，那走吧。再见。哦，再见你们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